他不是我粉丝，啥？快聊，快点，离下一个环节还有10分钟，大家抓紧点时间。阿姨，刚才叔叔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要不要回一下？啊，对了。 我出去接去，走，快点啊！儿子，生日快乐！什么事儿？ 不是我找你，是默默啊，默默，过来过来。你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哥哥说吗？哎，生日快乐！哎，默默，问一下哥哥，吃没吃生日蛋糕？哎，小姨啊，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特别忙啊？再忙也要按时吃饭，千万别累坏了身体啊！哎，默默。 默默最近非常非常崇拜你啊，他闹着要和你一样学钢琴呢。没有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啊，还不好意思了。你也知道啊，我和你阿姨呢也不方便出去工作啊，小孩子呢也不懂事儿。多少钱？啊，我打听过了，一共3-4万吧。没事啊，这个你不用管了，我们自己解决。待会儿我给你转过去。江毅啊，有时间在家里吃饭啊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。 我挂了，我去忙。好。李总，我们成功了，一切的进展非常顺利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是我兑现了量了多少呀。总之。 能让江毅成功的认为我是他的粉丝，我们的公众号就有救了。好，马上就回，我要吃蛋糕。记者耍，泡一下，我来处理。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